说话，这家伙跟你学开车，大姨妈都给我吓没了，那小肚子滋滋疼，干啥？你不会说，你干啥？你喊啥？不学了，你开吧，你开，你开。这你别笑。盘点东北媳妇有多彪悍。你咋想的？饭也吃了，酒也喝了，迪也梦了 ，LV 也给你买了，你现在告诉我你累了想回家，那可能吗？收着，我先给你俩选择啊，第一，跟我走。二，我就给你的鱼子福袋拆了，鱼子都给你挤出来。选。盘点那些彪悍的东北女人。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爱慕，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。你不打喊呢？如果伞下面只有一个人的话，不打也罢。你二。不看别女的了，我以后指定不看了，我指定从来不抽，我发誓，我给你忍住口水，行，我发誓，如果以后我再看别人我就死。好看吗？什么玩意儿好看吗？你听我说，我那个等会儿，不是，我操，好白呀，不是、哎、窗外一声大大三天三夜都还在南下，都是我最爱的你呀，三天三夜都不接电话。你差点给你妈眼睛晃瞎了。实不相瞒，老弟有要事相求。什么事儿？我想请你陪我喝一点酒。这就是你的回答。不喝。我呢今天心情比较难过，我分手了。你过得好吗？喝点也行。我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在这干啥呢？饿了。你能不能女人一点啊？我咋的了？我问你，谁家好小姑娘出来天天带个蜜蜡，臭老玉溪，使那老折叠瓶，再说这啥坐姿啊？这是啊，我这不是咋的了？比他妈我爸都爷们儿。操。哎呦我操。哎这后面走。哎你大姨妈走了没有啊？我大姨妈昨天才来，今天就走了、啊、你家大姨妈坐我这来坐飞机走的，气得我肚子都疼了。那你就喝一点热水嘛。我家热水是搬不上那球来的啊。对啊，是百病的 啊对对对对对。哎呀怎么、回家多喝点热水啊。热水就喝你有了。大家看着没，这个是我媳妇儿，长相也可以吧，身材也可以，但是只要她一说话，马桂芬啊干啥呀，就这地儿非得来呗，不来不行吗？咋的，你家里没媳妇儿啊？哎，还是说我满足不了你？咋的，厌倦了？没有啊，那家花不是没有野花香吗？再说一遍，来，哎，我劝你现在给我一个不打你的理由、哎、别逼我当着这么多人面雷你哦。想咋的啊？你跟谁俩呢？我是不是给你点脸了？我说让你滚你就滚呐，我说不听你就不说呀，你再给我俩贴抓一个，整鸡眼，我能不能贷款整个前四后八在你身上反复碾压？我告诉你，能过过啊，不能过苦犊子，千万也住看不上，不得喝。喝了？咋的？我就喝。再给我收拾你。我收拾你。他收拾我，我就喝，谁管不着我？你这不敢喝了，你这是？有啥我喝？我喝了啊。能啥？喝了。喝了。A， 这个是 B， 这个是 C， 这个是 D， 你猜这是什么？这不他吗？你看我老公都知道。天涯路太遥远，谁会想走过？来，多吃点啊。还没长手啊？你看，那我不是怕他够不着吗？我给他夹点。这么显着你呢？他也没让你给他夹呀。你这么的，你想吃啥你告诉我，我给你夹啊。谢谢啊宝贝。哎，啥话？很任性的眼泪，很任性的哭着。我今天我就给你捏碎它，我让你到处甩子。看，你新买了一条粉红色渐变丝袜，你的这样，你让我上次我穿一件战衣。不用，我今天不喜欢黑色，我就要看。啥呀？你个逼塞子，你是不是有点塞脸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开始有点烦了。我跟你说了，我手机里没有秘密，你非得要看。我没说你有秘密啊，我就是要看一下聊天记录，咋的了？我已经不耐烦了，你别告诉我，这儿妈没你啊，我赶紧要删了。
我就不。你吓我一跳干啥呀？我说不想看，你说自己看。我就看啊。好，你等。哎呀妈，我等着。你先能进来再说吧。干啥呀？我不带，我看聊天记录了吗？啊！站着说话，这家伙跟你学开车，大姨妈都给我吓没了，那小肚子滋滋疼，干啥？你不会说，你干啥？你喊啥？不学了，你开吧。你开，这你别笑。盘点东北媳妇有多彪悍。滚啊！你记住，我这辈子不可能再跟你好一回。别生气了，你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要不生气了，我就领你去长春最牛逼、最屌、最豪华的商场去买个包。真的吗？当然。走啊，什么包？猪肉酸菜包、咖喱牛肉包、奥尔良鸡肉包。你看这俩包卖没了，非常火爆啊。长春是最大的商场。干嘛呢？我六点下班，你六点零五才来。堵车呀。你堵车，你不能早一点出来吗？我怎么知道今天堵车呀？这条路你每天走，每天走，你不知道堵车吗？我就来晚了五分钟，你分得要这样吗？外面很热的，我衣服都湿完了。平时我等你一两个小时怎么等的？更何况今天是我来接你，你等几分钟怎么了？我是女的，你是男的，你就应该等我。那你自己打车走吧，行吗？你干嘛呢？想买它？跟我亲委屈你了是吧？是不是？我他妈一毫钱屎我都不亲你，脏东西！你脏什么东西？我亲你，我干啥呀？突然你去找刚才买烤冷面那女的亲去，去找那小细高跟黑丝紫色包臀裙那女的亲去，你找我干鸡毛？真生气了，我没看她呀，我也呀。果然没骗你啊，果然紫色最有韵味，是不是？你找她亲去吧，去。那她又不让我亲咋办啊？哎，媳妇。你见过王八摇头吗？你听我说，我不听你说，你怎么不说啊？那你到底要我说还是不说吗？你要说什么吗？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你解释。那你到底要我说什么？你该说什么你不知道吗？我说了你也不听啊。你不说我怎么听？其实昨天我不听。滚！你说不说？我不说。啊，你这话不跟我说什么？再来。那南风吹来清幽，那夜莺啼声。哎，干啥去？回家呀。哎呀妈，哥们儿，对付一宿得了，这时候给他们自己当女的了。因为你们仨一撅尾巴拉几个粪蛋，我心里不知道咋回事啊！啊，滚犊子啊！